吼，我去面会时阵，阿扁也总统特别交代，讲张天君、张大哥甲阿星啊，因两个较客气吼，因两个一定无论如何爱甲邀请上台，啊特别指名讲拜托阿星啊，甲大家讲讲两句啊吼。我出来甲伊讲，我出来讲，你来来来。非常感谢吼，啊，咱遮所有可爱，而且有情有义的阿伯们，今仔日要来台北之前，阮台南的温度啊，穿短䊏的，搁规身躯寒。对高铁的落来了后，寒一个二二准，全船工含张大哥去买一领夹来脱。结果上下到尾来到咱这个场里，又搁规身躯寒，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。非常的感谢您。月底要来甲阿扁啊总统面会，我会甲这个情形甲伊报告，啊，请咱阿扁啊总统伫内底心情放互轻松。陈志忠以后每礼拜拜二下早时啊八点到十点，会来到台湾人俱乐部做法律咨询的服务。所以，若是想要甲志忠加油，或者是讲有啥物要甲请教，拢会当敲电话可以未来吼。非常的感谢，感谢您，感谢，感谢咱所有敬爱乡亲士大。我要请教咱现场在座的乡亲士大，讲中间有人讲，讲即马拢无阿扁们，在座敢是阿扁们？今仔日真来幸福。真个济人，台北个天气真来滴寒冷，啊，所以是呢，但是咱阿妹妹的心肝非常热情，对不对？感谢，互党中央了解，阿妹妹伫台湾每一个角落都有，唔是干那遮尔，对不对？感谢，谢谢。